十二星座男女大调查第三趴，请来十一位未婚艺人，告诉大家到底他们恋爱出了什么大问题。而且我们的星座老师郑嘉玲阿姐，为什么会单身？为什么不结婚？你对情人的为什么都交给星座专家艾菲尔与郑嘉玲为你一一找答案。郑母羊跟双鱼啊，老师不用拍马屁，他一定会讲正确的方式。好，今天的主题，刚刚我们的音乐是什么？恋爱。对，现在我要先问十二个星座，现在谁是在谈恋爱的？好。前面就两队了，对，我们前面就两队了，刚好今天都放弃了。我想重录。不要这样，今天的来宾，今天的来宾一开始就不太老实，老实，所以我今天问的问题要比较犀利，犀利一点。对，好，我来一个一个问。好，哇，张兆志先生，有，你的恋爱问题是什么？我的恋爱问题就是。好好讲，就是 NG 啊，就是一直 NG， 一直 NG， 好像一直重来，有没有？就是觉得哎，演到这边好像差不多该有下一段，所以是惯性失败，惯性失败。好，牡羊座惯性失败，这是可以从你跟黄子佼的身上发现。啊，发现。啊，陈德烈，你的恋爱？我的恋爱怎么样？好，他刚刚没有蕊，对，他刚刚没有蕊到，不是说每个人要讲，刚刚讲一点。我想讲你现在在恋爱吗？现在在跟工作恋爱。这就是双鱼座，真的跟工作恋爱丢脸。有的时候节目会做不下去的，恋爱一定要有了。好好好，水瓶座的郭鑫，你的恋爱。出什么问题？我觉得我的状况是我现在还没有定下来。像我以前小时候觉得20岁应该就可以定了，结果到了20岁呢，觉得应该要30岁，结果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呢，觉得应该要差不多40岁。你回头看看那个王颖平曾经，哎呦，你有没有暗恋过？恭喜摩羯座！来，恩姐，我出书了。他还在用书？恭喜我什么？小恩姐，我的书。好，这本书太棒了。我觉得因为之前来小恩姐的节目，然后就是全国观众很多人看到，然后出版社就找我了。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工程是谁？谁？徐老师。你们都是帮我孕育出这个好的作品，一个推手。我们两个孕育出他的这本书。许佳丽老师，你现在有恋爱吗？应该是说，没有恋爱，也没有暧昧，但是就有那种勾勾底的那种。哎呦，就是因为你知道，我们金牛座一下很冷，一下很热，一下很烫，又怕烫坏，一下又烧起来了，不知怎么办。那会焦掉。男生不是这样子。真的吗？对呀。男生就是因为我很爱他，可是我又怕他爱我，他不爱我又很想要爱他，所以就这样一直这样，没有办法，对，所以我有时候很受不了我自己，没有办法，所以你要这不也不叫 ing， 也不叫什么，就这样，这叫 no good， no good， 双子座啊，影评，你觉得你前面坐的这个男生，前面四个男生。嗯，你会挑谁？这四个星座都不会是，都不是会是你的对象。OK， 现在，的确，你会挑哪个星座的男人？我会挑处女座。现在谈恋爱的是什么星座？现在没有恋爱。怎么？啊？那我上礼拜，我上礼拜在东区看到的谁？是谁？是谁？又不老实了，开玩笑的哦。男子戴的口罩，哎，那是林丽斐哈。好，来，
我的答案不会像那个德烈这么那个肤浅。哎呦，我就是现在在跟自己恋爱。处女座的人其实他太要求完美，他就是看别人都不太顺眼，真的。那你看哪一个星座比较顺眼？处就是自己啊，有可能。对，我就是只看到处女座是好。天秤座，来林丽斐，哎 ，ING 吗？没有，我戴口罩是因为感冒。好，来天蝎座。那你撩人帅，自己说自己帅。没有，我爸爸一样不要脸。干嘛这样讲？上个通告需要爸爸吗？因为这个，爸爸会看电视。你现在有恋爱吗？跟自己谈恋爱。好厉害啊！太好笑了。没有看我这么不聪明的天蝎座。好，最喜欢的星座是？最喜欢的应该是狮子座，因为我。主持人，你忘记了？哎，快看 rundown， 我这个写的是狮子座，我看一下，故意的对不对？他 rundown 出来，来，最美丽的射手座，请各位看一下，这个人的手指甲已经有病了，哇哇！哇塞，你洗澡怎么洗啊？这个很容易洗，而且这个还可以带出我们主题，因为你知道从指甲可以看出你有没有谈恋爱。我刚刚就在跟姐妹聊，就我刚刚在跟帅金，他一看到我的手就说你现在单身哈，我就说哎怎么知道你好厉害？他就说因为通常男生看不太懂这种花式指甲，如果可以做的话，表示你真如果真做这种，表示你是单身，因为如果你有对象的话，他男生通常喜欢那种素的啊，发式的，很简单。我素了很久了。